这边比一下哦，因为它这边中间有那个片，它卡会卡住嘛，所以拉过去大概会拉到这个地方，所以那边要施工是很难施工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哦，也是这边要先进去哦，从那个第三个洞那边，我要行雷，那中间这一条后来这个也是要换掉哦，这一条我们就先让它过来。先不管它好了，我从这边先下去，那个不远，穿到下面，好，下去了，再来这一条我们要过去，下面先锁紧。哦，有了，它下面很长，很长过来，因为我们这一条要换，哦，不要浪费那个长度。我看呢，这一条要先过去哦，过去之后这边再弄进去。哦，要不然你这样很难用哦，所以这个先抽出来，哦，这有一个卡螺的关系，然后奶弄的线接上，好，瞬间缠上之后，有一点比较好拉，这样慢慢过去，过去过去，哦，这个头希望安尼这样拧，进去闭关之前先用这个哦套筒七号的，我们这个顺的较硬的，好，顺好之后。慢慢进去，推到底啊，跑出来了。希望再能进去，哇拜，卡在这，一条就怕用的哦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平到这边，输位，伤低，伤低啊，遐去动嘞，一动嘞，怎么在这所在？这个用力推应该是。能过来才对，推再拉，看这边，啊，这铁的思维啊，一切说着去懂，我看一下，相对啊，他这里就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所以，我看。这个洞的，做一个箱底，足麻烦的。我迄种材质毋就是这种嘛，毋知影。第你看到这呢，无够。我挂起伫遮，啊，如果先穿油管过去，锁上再拉过去，拉过去嘛锁袂着，无够长。那我把它，我把它配过来这边，好，这样拉看看。哦，配过来了。屌嘞！我配过来拉，应该是会成功。闪过那个地方了，干咪？嘛是丢袂过，要不然就是要把里面的把它敲掉了。奇怪，掉里遐嘛无啥掉呢，奇怪嘞！在第一视角边推边拉，丢袂过。要想办法把这个上面打掉。哦，这物件伤短，这都唔知要对袂。到底是什么材质？8x1 Type 9.6 TFT 哦 BNW 安尼，那就差那个几公分，就差那个2公分，我要给你抽出来，这考验我的手劳好诶。这边先套上，先不要锁拉过去。后来这个套进去之后，就慢慢用那个斜口下去锁紧就好了。开始，竟然没够长，哦，没够长。林爸爸就这样子，因为这基本上吼，以我的经验，这种钢去买嘛买无嘞。伊这个所在做安尼讲真嘞，哦，有够歹用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一定要先讲过，你知道？把它硬套过去了，套得非常不利拉手，啊，前面就袂当锁啊，唔知成功嘛？唔知影，无补啊。好，再来，转进去，卖去弄条物件吧，好。
好，擦干净，另外一头锁上，然后这个等一下要拉，哦，边拉边推，推过去，这一节很那个很出来之后锁上，应该就好了。开始，好，我们，因为它两个卡扣这个比较，这边有比较，那个啥，出去哦，我看一节较内底，比较内底的时候应该是要过去。比较内底也较处理较好势，诶，我看这边还是这样啊，因为这个较内底嘛，较内底正常它可以比较过去，这个比较过去，然后这边过去那边锁，但是这边应该是手路较好势嘞，无要紧，先从那边转过来，啊，这因为你装个新导管，这种是用感觉的。用感觉的过去，啊，这边来造出来。哎呦，看这，出你改变，出来了，会过无？会过无？来，哎呦，哎，我赢，我赢呢。后来，那个头，锁的头要出来才可以。看一下，红头在哪边？哇，差青这，又不红头，还好。再推，来这边到底出来了，头在这边呢。哟，安尼说对呢。哇，出谁过来？啊，我赢，可以。你这条先较早，敢好？我无要用到你，敢会当心安落蛇？啊，可以啦。可以，那出出来转得了，这个把它出出来转应该锁得上。来，插进去了，这个要锁就要看功夫了哦。斜口七号，瞬间秘密武器打开，不用触动这个金桶力就有七号了。加载，等一下这侧面小空间之转，啊，这个就靠手感，这个没有办法拍了。过内视镜努力多久？来，这个我们终于把它。哦，锁上一颗了，放大看一下，看它的距离。结果我给射，我给它射两十下来，我射两十就是歹用的。好，另外一个再套进去。喂，这老歹射，你知？哦，就是哦这样子，啊，然后用这个哦斜口这样慢慢转，慢慢转，两边转好之后就好了。哦。接下来，啊，这个萤幕很晃动，就抱歉了。我头我这边能平安收二安尼就使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穿进去吧，就这一条，从旁边这个洞，这里有没有？对，哎，钻了，那就下去啦。跳，刷跳。接下来拉到底，出来了，赞哦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换上面，安尼就可以，然后这一条哦，顺便要把它换掉，我这条，但这卖锁还唔知够长嘛，唔知影，那边要先锁，好，瞬间过来这边，我阿你这么看一下哦，这内底哦，它就刚好在这里面，好，安尼无要紧啦。啊，这个地方哦，它长度也没有办法太长，这个就要哦刚刚好就好，这嘛袂当伤长，哦，截断了，清干净。这里也是旁边，好 ，OK。后来决定，我们下面要先锁，哦，下面要先锁。奇怪，这到底是对插无落来呢？啊，你那去弄到刹车管家？哦，要再拉上去了，这多喝呢！啊，我要紧，慢慢来，我们已经要成功了。啊，那个部分我们要成功了，我要紧，来，我买了，好，那个刹车管外面的，慢慢。拉下来的，这啥小个洞嘞？那你这怕用啊？
哦，它直接穿到那个洞了，快点，穿到洞，穿到洞，穿到洞，啊！这比另外这小公仔，这有公仔要求歹换，我讲这我无用时，我就知这是歹用的，这已经心电感应了。好，这个管子弄好之后，再拉下去，再拉，好，可以，这个不要太长，大概，哦，距离一挂挂的可以春秋，从这个304这边，哦，切掉，我较长一挂，因为它要插比较好插，因为另外一条怕不够长，灌野，切了，手小心，啊。切了碎，啊呜哟，你惊到，方便施工就好，这个先套这样子，抹胶，个机体无电，好，我紧，没机体无电啊，机体无搞了，这个拿出来，这个头壳。把它放在下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基本上是不用打，但是我是习惯这样哈，因为它这样不用锁得很紧，它就不会漏油。前面那个洞你不能弄到油，这个是有技巧的。好，这个没有 jacky 哈，没有 jacky 在用这个是很难的。冇紧，这先转掉，这个是十字字的，还好，没讲该歹转呢。记得按赞订阅。这螺丝防松脱的呢，真巧呢。好，可以拉下来之后，那得了。我好刚才有捞较长，我这个插插袂起呢，这个很难插呢。你啊，这个无尖嘴硬啊！我需要一只钳子，用这只廉价的工具拉住。我好加臭，我老发长，我都扒个嘴啊！还是够歹擦。这是我无接气呢，我若接气，我才好用好。这有没有这油光下？好，慢慢旋转进来。慢慢抖动进去了。后来研发出，慢慢摇，慢慢摇就进来了。好死了，够歹用的。好了，再来这个砂骨锁上去，就完工了。歹用，这真要死了。现在歹用这要死了，唔知，但是无要紧，这叫做唔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赢了，我赢了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！这小瓜，我真是乖，这嘛袂当先玩这个按就好啊，按就好啊。OK， 这个顺便转掉，掉了，什么叫做单锁运镜？专心处理第二页了。哒滴哒滴哩哒滴哒哒哒哒。所以讲我梦想是爱有一个机器哦，爱当个丢专心丢听，爱都不离拉手了。掉下来也是有歹用，但是我又学到东西了。好。
割开，不要它就是放大了哎，不要它就是要割开啊！你捏了弄着头，我现在突然讲着头的感觉，我的头没有办法承受撞击，把茶都没流掉。好。这个都汽油都焦化了，其实我切了唔对条，好笑啊！哎呦，搁有人拄着汽油的代志啊，应该是袂啊，应该是这一条，没错啦，这届赢吼，吼，上哪有可能搁输伊嘞？哦，惊都惊死啊！惊来，这就是安尼切掉喔，唔正长，唔正短喔。你看，拆这一节吧，这边瞬间淹掉。这个比对之后，长度刚刚好，然后塞口套进去，好，瞬间胶磨好之后，也是一样，套进去。这个嘛是无讲盖好套哦，这山走的，好，线也慢慢进去，啊，这电线无代志，先卖贴吼，那个头是环保材质，很容易那个，啊，这个再转要注意，这个很容易断掉哦，慢慢挤进去，这样拉下去，瞬间套到底了，放进去锁上哦。来，这个好了，不然这个竖环哦 ，Q 八加个换一个较长的。好，换姿势。后来这边也上胶，哦，啊，这个也是正常不用上，但是我嘛是赶快哈，这真的比较斜哦，对啊，比较斜。前面那个爬头。前面的爬头你不能弄到，好，再来哦，这一条我们就这样把它转进去，哎，这个这个倒呀，到底啊，所以，再来这个哦，竖环啊，套上去。直接锁紧，瞬间锁好，这个要弄进去了。我们要从哦中间那个洞过去。好，这个先配进去的时候，后来再勾进去就好了。来哦，够长哦。无好弄呢，好乌来落啊，卖个惊。然后这一条顺便把它配过来好了。哪个用啊？瞬间管子下来了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把它拨开，让它先跑出来。哇，我看这无用，迄落车卡是也够歹用的。哦，开了这边，无紧，咱今日去拍，咱平日去拍好势。哦，法克。法克，哦，擦干净，上胶，那赶快一再重复，这个不需要打胶，啊，我就是习惯会撒个挂两顶，好，就一样，因为打胶它不用锁那么紧，密合度会比较好。前面的爬头不要用哦，好，来。啊，这个一样，这个很难插，因为这个线不够长。看那个，用胶那个东西夹住。正常刚刚下面上面要先锁才，下面要先锁才对。我现在就怕用诶，啊，但是无要紧。这对来讲拢是问题诶。
那就困难了。哎呦，你娘的，他山在破坏不？讲破坏不？老师在流破，破不走了。那这个七罗小妖去攀岩的，无紧，不能生气。哎，那个线管路有没有破掉？应该还好，好。这个要先把它顶到底，为着要反倒，无法度，反倒唔知要安怎会使去食。好 ，OK， 来看一下，管子有没有顺着，应该是唔是抓骨也好嘞。锁上，哇硬，我好嘛是，终究取得胜利的，一定要胜利的。坚持慢慢向前走。好，来，这个锁上，这个也锁上之后，完工。瞬间都弄好之后，这个清一下，清一下，插头插上金刚组合，然后这个管子把它拨进去，咔，哦。这样咔咔，再来，同一条，这咔咔，瞬间两条都进去了，够下呗。然后先稍微动一下，好，啊，这个就等明天哦，交全杆我们再来发动了。铝圈装上，瞬间装上，放下，记得先拿出来，慢慢放下来哦，两边都拿起来了，哦，还 OK 的哦。那个车子吼、顶住的时候，顶很久的时候，对车体就损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拢顶两边的。看这个所在，无受挡住啊，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抽出来，踢不出来，完成。你看，上来这个 STSI 罩新的才新的，因为咱啊接条的。千斤顶孔，放进去，好。好，不要的，再进去，这就巧了，它里面有一个钩的，好，完工了。这个后来哦，就是先这样子 stand by 了，等它明天干，我们再发动。同学，那白同学这一次哈、DIY 哈、换这一台油管，那个真的非常不好换哦。啊，白同学嘛是得逞啊哦，然后土法炼钢，因为那个料哦订不到了。啊，订得到的话也是很多天，然后要穿过去也是很困难，然后白龙雪弄好了，结果就记得了，订也白龙雪一条脚是好，我来发动了，谢谢。哦，不用有保庇，不用会得得得。妈的，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到你会怕。